好的，欢迎回到飞侠时间，继续我们的纸狼之旅。上一期的内容是通过那个老婆给的铃铛进入了三年前的回忆，平家的大宅被贼人侵略烧杀抢夺，回来是为了申那个，对，有两个忍具的。戻ったか。走了一半。夢なのか、それともまことにあったことなのか。さてな、夢かうつつか、わしにも定かなことはわからん。一つ言えるのは、仏様はお前さんの古い記憶を起こしてくださっているだけじゃ。お前さんが。どう思い、どう覚えていたか、すべてはそれ次第じゃ。見るものすべてが正しく起こったことかはわからぬ。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。分不清。の茶でも。想喝茶。先安装吧。机关府。猛击破坏木盾之类的东西，要的就是这样。その忍び技術随分と、お前さん。忍者一手招式。これは、お前さんそれが書いてよ。わかっ、まったく、実はわからん。强化轻松的破坏木盾，这要乱七八糟材料挺多的。弹簧式机关斧，广范围的抡斧攻击，消耗是一样的，咱都试试。左手重斧攻击蓄力，没啥用。把这个毒刀换成催火筒试试。行，拿着打盹。昨天的流程是走了一半，足钉坡有几个拿大木盾，简直就是塔盾，还有之前带斗笠的那帮货，其实挺愁人的。这上面有东西，我已经拿了，等我。看，这么跑过去能干掉吗？哎，
中为什么没触发？远远的就被看到了，而且是在正面，这边根本不行。河里有鲤鱼吗？这俩也只能杀一个，啥意思？哎呦！为了让远处的人看不到。台子上还有一个人，都是人呐。嗨，但实际上已经是强行突破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转头，这儿本来有个东西来着，之前拿了，当然不重要。行，这一小段跳还是发现了，边缘还爬不住，水里有鱼否？一个人作为一个弓手只身过来，还能放，还能放。转头。胖子，咱
图案杀的。决定跟他打一次吧，以前还真没打过他，所有胖子都是杀掉了直接。看他能干嘛。不行啊，挥了一次，实在没什么事。机关斧刚才没用，打打盾玩。好，来到也算是个山顶的城寨吧。哦，那不是义父吗？他这发型很那什么的。父上。お前か。不覚を取った。このわしも置いたものだ。手当てはよい。この傷ではもはや助からぬ。それより狼よ。これを。钥匙。第二，主人至高无赏，赌上性命去守护，被夺走了，必须救。これはお屋敷の隠し仏殿の鍵よ。巫女様はそこに。だがこの日の手じゃ。正面からは入れぬ。崖外からならば。そうじゃ。あちらから外へ出て崖沿いに進み、霊園から回り込め。さすれば抜け道が。わかりました。狼よ。忍びの掟は。忘れておらぬな。はい。主は絶対狼よ。命を賭してお守りするのじゃ。うわ。父上。最后一面。我怎么这么在意他这个发型？左手へ出て、霊園から周りを任せくだ。火场，试试还真有效。一片火海，绕过去。虽然他说从左面，但那边好像没着火，咱能从右边强行试试吗？高度是不行，
从那儿直接。左手悬崖，陵园。单独站的一个。黑漆漆一片。抜け出してくるとしたら、この隠しホラーなに違えねえ。十蔵様の言いつけだ。分かって、俺はもともと大っ嫌いなんだ。还有，谁他没通道？来，哎呦，有这斧头，打这拿盾的爽。山洞，太黑了，稍等。好吧，我小晃了一下子，确实没什么其他可走的地方。仍然是一片火海，从这儿跳出来的。
大哥，你这走位。先开阔地，围着这个小水池，那边应该能绕过去，但是我们清理掉它。杀光光，是要回头的意思啊？对，树花木里。你要拉多久功？往这边看，不能动。行，还不拖战？你们有完没完？这么执着，没攻守了。攻守干掉，其他的就无所谓。继续高处看。你说水池里不会有鲤鱼吗？在池中心捡了个陶片，这屋顶是搞效应。绕了一圈什么都没有，この基地によくぞ参じたの。はぐれ忍びも捨てたものではないわ。わしは若様をそうせねば。一共に参れ。おい、え。いない。什么鬼事？你也太莽了吧，大哥。大的交给你了，小的我来。这是个 boss 呀，他这个血量不对呀。哎，那个人是不是不能让他死啊？
说他是 boss 吧，确实是个 boss， 重仗大人干了干了。我想让那个货活下来。好了，稍等，好吧，我回趟佛像，强行冲过来，在这个地方看来是拖战了，然后这个货活了，就说嘛，不想让他死。好吧，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研究一下，咱先把他们解决掉，不跟他对话，自己莽上去。我真是也没辙。好的，稍等，先把这些外围的杀到他身上。光杆的司令在书望，火把挺乖的，你还大家伙一开始还不在这儿，单子，哎，这回你拉的，完了，太丑太丑，是，你说 boss 这么辛苦，这把小。实际上算不上个真正意义上的 boss， 因为是纯粹开放地形。肯定能拖战的。如果不是封闭的场景，那就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 boss 战。很显然，我们能暗杀他一下。有什么意思？好的，打了几次之后基本上是差不多了，毕竟它只是一个开放型的，开放场地的看门的，虽然有名字，但我觉得更多的只是个精英吧，毕竟它还能背刺，还有帮手这个设计的如果你躲不了他的话，等两个硬直，一是喝酒打两下比较弱，
如果你懒得认他的招的话，再等他喝酒就行，再等他喝酒或者是屠刀，那你省了吗？屠刀稍微慢一点，稍微快一点，所以少穿点刀。他只要是喝了一喷，他又得再喝，甭管他怎么喷吧。这么奇怪的位置，好吗？哎，这就有点尴尬，喷在路口。你不会又在那儿喝吧？差不多你就喝了，哎，就是半血了，再打他一次，然后把那哥们叫醒，好歹也算是个那个剧情人物。这么打当然能打死，把那哥们叫醒。白色浊酒的酒壶，就这么回事。最笨的方法就是捅一刀，然后等他喝酒。老太には答えるまい。先に行け。这样的话好歹把它也用上。 OK， 好的，我们斩掉了这个守门的大贼人。其实如果当时个潜行游戏玩的话，这动不动碰坏东西，这声音玩的人真是一惊一乍的，吓人。这各种声音其实没什么太大关系。想听到恐ろしきものを見た。湧き出てくるのじゃ。
次から次へと。とめどの、とめどの若様、わしのせがれが伊之助が向かったゆえ無事と思うが、はぐれ忍びよ、念のためじゃ、お主も若様をお救いに行っておくれ。我刚想吐槽他既然认识就别屁股对子粘了，没想到还是个认识的老太太，在咱一开始遇到那个破房子里那老太太，然后还有他的儿子，什么一只鸡啊啥的。就是哎，就是他给咱的铃铛啊，没毛病，一点毛病没有。先へ行くのは恐ろしき現実よ。種ならしがなければ破れぬぞ。我的民种？これをわずかだが可以打消幻术效果。幻术？幻术啥效果？头一次。直接就 boss 了，前面摆个弓箭手啥意思？这还真是 boss。先把剧情看了。フクロウのせがれよ。お嬢殿、言ってください。そなたはなすべきことなすのです。わかりました。发现没有， BOSS 战之前总是弄个守门的小 BOSS。好吧，看来又得死他几回了。さて、野郎君、せがれ殿。
虽然我们总是去偷袭别人，发现没有，咱连着剧情倒了两次。通通也都是被偷袭。私のため、そなたは戦ってくれた。捨てまくことなどできるものか。狼よ、我が血と共に生きてくれ。果然血不太一样啊，要不然我估计会有人吐槽三人小孩不变样，这还行，小学生初中了，好吧。お前さん、どうやら古い記憶が目覚めたようじゃな。ああ、巫女様を見た。そうかい。司祭は聞かぬし、語りもするな。見えたものは己の内に留めておくもんじゃ。武士殿はそこの仏で何かが見えたのか。お前さ、人の話を聞いてたか。別烦我。炎じゃ。炎。何を備えようとも、それしか見えん。一面の足なを焼き尽くすような炎。それはこの話はしまいじゃ。这张脸让我怎么直接就能想到这战神的墨菲斯托呢？这都是火神，是不是？款待美酒。酒を持ってきた。もらうとしよう。口に合わぬか。いや、うまい。じゃが、傷がうずくのよ。その左腕か。この酒を好きなお方に切り落とされたのじゃ。それは一心様よ。何故一心様が。切ってくださったのじゃ。飲まれかけたわしのためにな。何に飲まれかけたのだ。修羅。まあ信じるか信じないかはお前さん次第じゃが、せいぜい気をつけな、修羅の影にな。挺大一段对话的，让你别问，有些铺陈暗示的意思。不可强化，是材料不够，乱七八糟还缺布什，反正我们也用得上。好吧，这样的话三年前告一段落。再点的话呢，嘿，这传入门了。好吧。